开千万朵，你爱上哪一朵？能否告诉我，别一再的错过。花开千万朵，你爱上哪一朵？等到秋风过。这个到头以后，我们把这个线给它断下来，我们给它换个颜色的线啊。这个颜色色的线，我们还得够一串短针，我们还是不加不减。就是一针挨着一针的钩，还是钩短针。我们这个钩到头以后，我们给它引拔过来啊，引拔。我们还给它钩短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我们勾十个短针，大家查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短针勾完以后，我们给它勾两个小辫针，一个，两个。我们这空两个格，空两针啊，一二，往第三针里我们还勾短针。那下一组我们还是再算一个啊，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我们还是勾十个短针，一二三四五，我们还是勾两个辫子针，我们还是空两个，一二，往第三个里头啊，我们还是勾短针，我们就这么前往前一直来回的勾啊。我们到这个头上，我们还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们不够十个，给它加一针，够十个。这个头上我们一定要给它勾，隔两个，隔两针，每一个，两个，我们还是跨两针，我第三个里还是短针。我们这个还是继续往前勾。我们这个往前勾勾，看看这个和这个都对上钩，对上了啊！我们这一堆的花都对上。我们从这引拔以后，我们给它搁这个洞里勾过来啊。我们给它勾一个，两个，三个起立针，我们在这里给它勾一个两个长针，算起立针三个啊，我们给它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个辫子针，我们这回给它带线，我们往这个洞里啊，这个洞里勾，三个长针，一个，两个，三个，我们勾两个辫子针，长针，我们还在这个洞继续勾三个长针，就是勾一个水草花，一个。
两个，三个，我们还是够12个变着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我们还是12个啊，我们还是在锯这里继续勾三个长针，一个，两个，三个，我们还是勾两个变质针，我们这里还是继续勾三个长针，一个，两个，三个，看看我们这个写这个写变质针细纹长一点，不要太短了，短了因为我们上边往上一兜的话就不好看。我们继续勾，我们这个一个两个勾八组，这样式的话